主料，猪脚一个，辅料花椒、桂皮、香叶、蒜头、冰糖、香菇、花生、黄豆。准备时间10到20分钟，制作时间10到20分钟。准备食材，猪脚先焯水，花生黄豆先泡水2个小时，香料洗干净，把猪脚放下高压锅，加香瓜，加香料，把花生黄豆也放下去，加适量酱油和2至3个冰糖，加入拍扁的蒜头，再加入刚好没过猪脚的水，大火煮开，小火压12至15分钟就可以了。开锅了，烹饪技巧，煮的时间具体要看食材多少和看各位喜欢的口感而做适量的调整哦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